Welcome to Mandarin Corners HSK Vocabulary Level 5 Nouns 241 to 270. 第241个课 means gram. 这种手工比较精细, 所以每克的价格也比较贵. 这种手工比较精细, 所以每克的价格也比较贵. 第242个 课程 means curriculum. 这个课程能帮助你掌握正确发音。 这个课程能帮助你掌握正确发音。 第243个 客观 means impersonality. 他看问题比较客观。 第244个 客人 means guest. 他极力劝说客人再当一会儿。 第245个 客厅 means living room. 他不在厨房里，也不在客厅里。 也不在客厅里。 第246个 空间 means space. 这间房间没有空间再放一张床了。 第247个 口味 means taste. 京剧 最合我的口味。 第248个 会计 means accounting. 我朋友的专业是会计。 第249个 矿泉水 means mineral water. 这家商店卖矿泉水。 第250个 困难 means difficulty. 他的人生充满了困难。 第251个 扩大 means expansion. 他正在考虑扩大他的公司。 第252个 垃圾桶 means trash can. 他把剩饭倒进垃圾桶。 第253个 辣椒 means cayenne pepper. 辣椒的味道是怎样的? 第254个 蜡烛 means candle. 他点燃了一支蜡烛。 第255个 狼 means wolf. 有一天他在森林里遇到一只狼。 第256个 老百姓 means civilians. 在旧社会老百姓的生活是贫苦的。 老百姓的生活是贫苦的。 第257个 老板 means boss. 我的老板要我加班。 第258个 姥姥 means grandmother.
我姥姥对所有人都很好。我姥姥对所有人都很好。第259个，老鼠。老鼠 means mouse。 这只老鼠是死还是活的？这只老鼠是死还是活的？第260个，雷。雷 means thunder。 我们被雷吓坏了。我们被雷吓坏了。第261个，泪。泪 means class。海豚是一种反刍类的哺乳动物。海豚是一种反刍类的哺乳动物。第262个，梨。梨 means pear。 我喜欢吃梨。我喜欢吃梨。第263个，厘米。厘米 means centimeter。我的哥哥比我大两岁，但他却比我矮三厘米。我的哥哥比我大两岁，但他却比我矮三厘米。第264个，礼拜天。礼拜天 means Sunday。 上个礼拜天我刚好有空。上个礼拜天我刚好有空。第265个，理论。理论 means theory。 实验证明了他的理论。实验证明了他的理论。第266个，理由。理由 means reason。 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第267个，粒。粒 means grain。 一粒米都不要浪费。一粒米都不要浪费。第268个，立方。立方 means cube。 这个容器的体积有100立方米。这个容器的体积有100立方米。第269个，力量。力量 means physical strength。 女人的力量不及男人。女人的力量不及男人。第270个，利润。利润 means profit。 去年我们的公司没有赚取很多利润。去年我们的公司没有赚取很多利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个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下期再见，拜拜。